接着了看下面第八句，次有向水海名大光遍照，世界中名地清具光明。这个名称是我们读了之后就能够想象得到，这是一类光明磊落的种子。聚集成为一类啊，变现出这个世界中啊，这个世界中啊也是光明遍照啊，地清是宝，聚是何聚啊，这个火炬不是普通的啊，是宝成就的。俗变跟能变因果相应，我们常说人生在世啊，到这个时间来，时间非常短暂啊，古人说得很好啊，人生七十古来稀啊，我们冷静观察，不满七十岁离开这个世间的人很多，我学佛之后很少看报纸了啊，没学佛之前那很年轻呢，二十几岁 啊每一天都看报纸啊，可是我年轻的时候啊跟别人确实有一点不一样啊，别人看报纸啊大概都是报纸也拿来先看看呢这个新闻啊，国内外大标题，一般人都是这样的啊，喜欢看他自己怎么写。我跟别人不一样，我报纸也打开啊，头一个看什么呢，看副文，今天哪些人走了，我看这个每一天报纸上刊登的副文呢、年轻人不少啊，二三十岁三四十岁的人很多很多啊，这个大概也是过去生中的习性啊，对于自己自自然然提高警觉啊，那么就会想到我到这个世界上来干什么的，
是不是也像这些人一样呢？那是佛经上面说的，人生酬业，过去生中所造的业，这一生来接受果报的。过去生中造的善业，这一生来享一点福；造作的恶业，那受一些苦。啊，什么时候寿命到了，就得要走啊！自己一丝一毫都做不了主啊！那么再想想自己起心动念，这一天，这一生想的是些什么，做的是些什么。学佛之后，佛在经上把这个事情讲明白了，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啊，我这一生所受的，过去造的因啊，过去造的因不善，这一生哪有好的果报呢？佛又说，欲知来世果，今生作者是啊。这一句话了，把我们的精神振作起来了。我们要想来世果报殊胜，这一生要造好因呐！佛教给我们的，存心要善，思想要善，行为要善，来生当然得善果。有一些同学可以说真的觉悟了，怎么说呢？他不想再搞六道轮回了，今生修积种种善业，也不想来生的人天福报了，想往生净土，成不成呢？跟诸说成，但是你必须要具备呀往生的条件。往生的条件呢，在净土经论里头，每一步啊，净土经论总共有六种啊，五经一论呢、每一种里面都讲得很清楚很明白。你读诵啊要仔细啊，每一句话都不可以疏忽。古大德虽然在纲领上提醒我们往生所具备的条件，心愿行啊，叫往生三资粮啊，这个大纲讲得不错啊，什么叫心？你懂吗？什么叫愿？什么叫行？如果含糊笼统，往往把这一生的机缘
错过了。啊，这样的人太多太多啊。我们要想想我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人啊。啊，如果是的，要怎么样改？我这一生才真正能满愿呐！啊，《弥陀经》上教我们念佛，这持名号。要念到什么样的功夫呢？一心不乱，这是一个条件呢。我们有没有念到一心不乱呢？不容易啊！一心不乱是念佛三昧呀，但是那个一心不乱的时候分等级的。三杯九品啊，最低限度啊，我们要与下辈要相应啊，就是下三品要相应啊。啊，下三品是功夫成片啊，也就是说一天到晚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呀，其他通通都放下了。这是下品的一心不乱呐、啊。我们能做到啊？你做到了没有啊？每一天妄想杂念还是很多，那你没做到。啊，你的下品功夫都没有，往生就打了问号了。啊，这是讲念佛。除这个之外，你还要记住佛在经上讲的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那么你的善根福德够不够条件？啊，因缘够不够条件？不是那么简单的。又告诉我们，极乐世界皆是住上善人聚会一处。那我们想一想，我是不是上善之人？如果不是上善之人，到那个地方去，会不会被人排斥？啊，会不会那边人不接纳我？经上讲的条件很多，不是一个那么单纯的啊。真正放得下，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了，行。名闻利养放下了，五欲六尘放下了，是非人我放下了，贪嗔痴慢放下了，你想想，你的心是不是清净？是不是善良？你的本性呢，显现出来了。人之初，性本善呐、啊。
西方极乐世界诸上善人呢，那是性本善，我能够把一切都放下，我的本性啊，本善现前了，那是往生西方世界必须要具备的条件。你要不在日常生活当中真干，怎么行呢？啊，放下，好，这放了几天了，啊，再过几天老毛病习气又犯了，这不行啊，这不能往生啊。一放啊，永远放下，你往生才真有把握。没错，经上是说过，一生造作罪业的人，临命终时一念生念也能往生。这话讲的没错啊！啊，他在临终那个时候，他真放下了，他恢复到他自己的性本善，他具足了心愿心，啊，善根福德因缘通通具足，一念之间呢，他条件都具足啊，他当然能往生啊。啊，我们还有妄想，还有分别执着，条件不具足，这些道理不能不懂。所以做人平常练功啊，那就在日常生活里头练，在处事待人接物里头练，练什么呢？练正大光明。没有私心，没有欲望，啊，私欲是烦恼的根呐，啊，是障碍自信的根源呐，我们要把它拔掉啊！在这个世间，一切随缘，随缘好啊！啊，随缘是佛菩萨在这个世间所实现的。没有丝毫攀缘的念头。啊，大光遍照啊，因如是，果亦如是啊。再看后面这一条，自有孝顺海，名可爱摩尼珠，充满遍照。这名称好啊。可爱，我们要学从自己本身学起。什么时候你觉得这个世间一切人都很可爱，一切万物都很可爱啊，人事物没有一桩不可爱，你修行的功夫成就了。为什么呢？如果性德不透露，这个境界
不会现前。啊，信得陀罗之后，晓得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啊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，性识可爱啊，性识所变现的万事万物怎么会不可爱呢？啊，就如同我们世间一般人知道黄金可爱啊，你到那个金铺里面去参观啊，它许许多多那个样品展览都是黄金制造的呀，几千种几万种啊，每一步胜收啊，样样都可爱啊，啊，能变能现的是黄金嘛，所变所现的那是金器嘛，啊，各式各样的装饰品嘛，没有一样不可爱嘛。你真正认识黄金，你才觉得哦，每一样都可爱。啊，所以你哪一天要觉得一切众生都可爱，啊，一切事物都可爱，树木花草。云飞软动啊，微尘沙石，哎呦，样样都快，肯定你是法身菩萨，你绝对不是凡人。向上见到性了啊，你的清净平等慈悲心通通流露出来了。清净平等慈悲是自信本具的心得。世界种啊，令菩侯生。菩是平等啊，清净平等。猴，佛经里头常常赞叹如来说法了，如狮子吼啊。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，佛菩萨说法音声到处都能听得到啊。为什么？可爱摩尼珠充满遍照嘛，啊，可爱的是摩尼珠啊，摩尼是如意自在，珠是表圆满。摩尼珠就是表的如意自在美满，充满虚空法界，遍照虚空法界，这一类的种习跟性德相应啊，所以变现出刹种，这个名称好啊，菩侯身。啊，那么经文到这个地方，九个海我们都读过了，后面一句是总结：如是等不可说
佛刹微尘数香水海，不止九个，像上面所说的这个九个香水海一样，那个无量无边呐、啊。每一个香水海里头都有刹种，每一个刹种都有二十层佛刹。世界不可思议。我们再看下面第二个段落啊，这个段落是从最近轮回山香水海举例来说啊。我们看这个刹种里面所持二十层佛刹，其最近轮回山香水海，名地清宝，世界种名周边无差别，以一切菩萨整后身为体。我们读这段经文，总的来说，众生善根种子变现出世界，啊，这是一个因呢、啊。第二个因，诸佛本愿威神的加持。加持从哪里看呢？从佛菩萨种种示现教化里面去看。加持不是一句空话了，有事实啊。这个事实就是诸佛菩萨应一切众生之感现身说法，三千年前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间出现，那是加持。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了，佛菩萨不是以佛的身份啊，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，不以这个身份，以一切众生同类身啊，应以什么身得度就实现什么身，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，这个里面确实有诸佛实现的，有化身菩萨实现的，有声闻缘觉实现的，我们肉眼凡夫不认识啊。啊，他在为我们做种种实现，在做表演。我们不认识他，他自己决定不暴露身份，多得很呐、啊！啊，看你到什么时候，哦，你觉察到了。哎，我的周围有这么多佛菩萨，有这么多声闻缘觉，啊，哪一天你发现？你入境界少分了，没有入境界少分，你没有看见，不知不觉，不知不觉也受影响。
啊，那这个影响我没发现呢。不错，你是没发现，这个影响在阿赖耶里头落了种子，所以你自己没发现。啊，到你发现的时候，你就得受用了。我们再看下面他所持的佛刹，此中最下方由世界名妙胜藏，佛号最胜功德会也。这是周边无差别世界中他所持二十层佛刹，这是最下面的一层。最下面这一层有多少个佛刹呢？微尘数佛刹。举一个例子说啊，是一个世界微尘数的佛刹，我们前面读的很多了，大家不要忘记啊。举一个例子说啊，这个世界妙胜藏啊，妙微妙啊，胜是殊胜，藏是含藏啊，那么这个名称大小显密通通都有啊，在这个三个字里头都包含了这个世界里面众生的根性。跟我们娑婆世界差不多，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界啊，讲经说法，大乘、小乘、显教、密教、宗门、教下，通通都说，这个世界佛也是这个说法。那么两个世界比较一下呢，他的世界比我们好啊？为什么呢？学的人多，佛在那个地方好教啊。我们这个世界众生虽然根性也是很复杂的，业障太重啊，佛苦口婆心在这里教导我们，学的人很少，所以世界叫娑婆啊，不叫妙胜藏。佛号最胜功德会也啊。那么佛在这个地方教导大家，佛慧双修啊。慧是智慧，功德里头有福德，福德里头没有功德啊，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。相比这个世间的众生，修福的人很多啊，所以佛教他了啊，福德里头加上般若智慧，福德就变成功德了啊！没有智慧的啊，那是福德
智慧跟聪明又不一样啊。啊，怎么不一样呢？智慧是从戒定慧里面生的，啊，从戒定上生的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啊。啊，聪明啊，不是从戒定里头生的。啊，他没有戒，他也没有定，哦，人很聪明，那个不叫智慧，叫聪明。佛法叫视之变聪啊。我们不能够把视之变聪误认为是智慧啊，这个差错太大了。别人差错与我们不相干的，自己不能差错啊。啊，所以诸位想想，持戒重要啊。你不能不持戒啊，你不能不修定啊。啊，定在我们净宗来讲就是清净心。啊，就是一心不乱。啊，临命终时还有一个条件，心不颠倒才能往生。临命终时心要一颠倒了，就不能往生了。啊，往生条件好多啊。所以我说一句都不能疏忽。再看第十层。这是超略了啊，这前面讲的是最下方，现在看第十层。此中故十佛刹未成俗世界，与金刚床世界齐等啊，跟娑婆世界啊，跟这个华藏世界第十层啊，金刚床世界等齐啊，像这个大楼一样啊，都是第十层差不多高。由世界名庄严相，佛号超胜大光明。这个世界的名称好啊，庄严相啊。啊，庄严相是什么呢？我们世间人常讲真善美，世间人所说的庄严，那佛法所说的庄严呢，还要比这个超胜。佛法里面的讲庄严，一定与性德相应。才是真正的庄严，换一句话说，是真实的真善美慧呀！啊，真善美慧说老实话，世间有名无实。啊，大乘佛教里头，它有真的东西啊，那一点都不假了。佛号超胜大光明啊，大光明已经非常难得了，上面还加个超胜，胜是殊胜，超是超越啊，啊，那这个超胜大光明是什么呢？肯定是如来果地上所证得的无上正等正觉啊！啊，正等正觉是大光明啊！
加上一个超胜呢，那就变成无上了。如来果地上所证得的究竟圆满的般若智慧也。般若智慧现前，德能也现前，相好也现前，一个得到，全部通通都得到。世尊在这个世界用这个做教学的纲领，很殊胜啊！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个世界众生有这样的善根福德，佛给大家做增上缘呐，稀有难逢啊！那回过头来再看看我们自己，啊，我们不要看我们的世界，最重要是看自己。啊，为什么？自己真正觉悟了，真正有修行功夫，你能转境界吗？那境界不是真的吗？般若经上也在给我们讲嘛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啊，又说万法唯心呐，一切法从心想生呐。啊，这些话都是说的真实话。啊，境界怎么个变，完全看你心里头想些什么。我天天想佛，除了佛之外什么都不想，现前境界就变成佛境界。啊，你要一天到晚胡思乱想，啊，那这个境界就变成无着卧室啊。无着卧室胡思乱想变现出来的。虽然讲有共业，佛也告诉我们还有别业。从别业上来看，个人境界都不相同。啊，共业上讲大致相同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们通通都胡思乱想嘛。啊，如果有一个人，他的思想纯净纯善，他的境界跟你们的境界不一样啊。啊，我说这个话，其实这话不是我说的，佛在经上讲的，大家不懂啊，没有法子理解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不是世间人的常识，不是世间人所见所闻。心地不能不光明磊落啊，对自己有好处啊，对自己有大利了。再看底下这一段，此上与娑婆世界等起，啊，那就是第十三层了。由世界名琉璃轮普庄严，佛号须弥灯。
流利，是七宝之一。啊，中国人称为翡翠，啊，绿色的玉，很美，也很好看，透明的。我们这个世间人欢喜看绿色的，啊，绿，这个绿色的确确实实养眼呐，眼根的营养啊需要绿色。树木花草，啊，没有人不喜爱的。我们在佛的经典里面读到，大概遍法界、虚空界，所有一切众生，没有不喜爱花草树木的。啊，这个是一切众生共同的爱好啊。琉璃冷啊，冷在佛法里面是表教学啊，这个我们前面都讲了很多了，提一提就行了。琉璃是宝，是信的。琉璃轮就是称心的教学，普庄严呐，在这个世界非常普遍呐。哦，这许许多多的学校所教的课程都称心，这是什么教育？我们今天来讲的道德教育、圣贤教育，这个世界圣贤教育、道德教育很普及。这世界名称啊，佛号须弥灯啊，这个是佛在这个世界教学的宗旨啊，佛在此地教这些人教什么呢？须弥灯啊，须弥翻成中国意思妙高，灯是智慧，你就晓得佛在这个地方他教学的宗旨，他教学的纲领是什么呢？妙高的智慧，不是识之便聪啊，啊，是称心的般若智慧啊。我们应当要学习啊，再看第八海最后的这一段，于此世界中最上方，这就是第二十层啊。第二十层它有二十个佛刹微尘俗世界围绕，由世界名化床海，佛号无尽变化妙慧云。我们看世界的名号，就是这个世界它的状况啊，一真庄严了，看它状况啊。
花闯海啊。要是从事上来看呢，这个世界是个大花园呢、啊。我们这个地球上有小世界，花园城市啊，这个城市树木花草多啊，百花齐放的时候啊，有许多赏花的人啊，在这个季节一定呢到这个地方来观赏。花园城市啊，这个地方是花园世界啊。但是我们要懂得表法，花是表，修因啊，大乘经教里面常讲的六度因化，因果的因啊，比如说花了，花是菩萨所修的因呢、啊，菩萨所修的因呢、啊，无量无边呢、啊，啊，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。点点滴滴，只要与六度相应，那就是菩萨行啊！啊，我们讲的比六度啊，这一个科目还加上了四个科目。希望我们敬宗同学啊，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点点滴滴，要与三福相应，要与六合相应，要与三学六度十愿相应，那就是花闯海。天天在花闯海里面游落啊，佛号无尽变化妙慧云啊，那这一句我们就晓得，如来果地上的善巧方便呐、啊，究竟圆满的全智厚德智啊，厚德智不是自受用啊，这个诸位一定要晓得，厚德智是他受用。如果自受用啊，佛就不会现身说法了。入无余涅槃，那是自受用啊。啊，那佛入的是什么涅槃呢？不是有余涅槃，也不是无余涅槃。啊，佛所入的叫无住涅槃。啊，无住涅槃怎么讲呢？不住生死，不住涅槃。两边都不住啊，得大自在啊。啊，不住生死是如来的自受用，不住涅槃是为一切众生现身说法，无尽变化的妙智慧。利益众生啊，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
所以叫无住涅槃，了不起啊。我们应当要学习，要效法诸佛如来。现在时间到了。